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布朗，今天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会从新竹市区搬到头份。现在看到的是旧店还未整理打包的样子，一种美式复古老宅风。大家都认为新竹市区好像很热闹，但是商圈的转移以及疫情的影响，旧城区变得相当萧条，晚上八到九点就没什么人了。就原百连假日的排队车潮都已经消失。还有一个很困扰的是，这边附近非常多浪猫，不少爱心人士在这边喂养，但是他们只负责喂，其他都不管。这些浪猫就钻进来住在这儿，并不是不让浪猫住，反正我营业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出来，没什么影响。而是这些爱猫不帮他们节育，也不帮他们驱虫，喂猫把车停在我店门前，叫他移开还会不爽。我家熊熊固定都有吃驱虫药，结果还是搞得全身都跳蚤，还跳我脚上全部都是，全店消毒好几次也没用，主要来源没处理，再怎么消毒都没用。这是清理打包后的样子，所以真的有爱心就请做全套比较好。二楼也清理完成，新的店面也是承接顶让的方式，门前就有车位，最多可以停三台，超大面宽就是爽。灰色铝门让门口看起来很工业风，重点铁卷门是电动的，给一个新心。里面大概有20来平，可以坐27个人，塞30个也没问题。吧台区很漂亮，独立的厨房空间，避免味道传出来，设备更齐全，让厨师更有发挥的空间，期待能出些大菜。厕所整洁明亮，但也不要蹲太久。这片黑板画也是自己画的，厉害不？号称30万的咖啡机，冲出来的咖啡的确很好喝，当然豆子也非常重要。从吧台看出去的视角，之后拍片就在新店，欢迎各位有空来坐坐。开箱就到这边，再看一次晚上环境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喜欢的话，之后再拍些开店心得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